那现在换上的是背号79号的林伯俊，那么来接替。啊，上来之后呢，要拆弹化解危机。第一个球，然后打者挥棒落空，要的还是出局数。对，有一间并没有出手，判定是一个好球。那这把球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，挥棒落空。啊，结果打者呢是遭到了三振，形成两出局。球的位移应该是他的变速球啊，看一下，的确是啊。曹炫敏呢是遭到了三振，两出局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左外野手最后定位了，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。那么也结束了在六局上半韩国队的进攻，留下二三垒的残垒。林伯俊上来之后呢拆弹成功。